数星星的孩子。夏天的夜晚，天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靠着奶奶，仰着头数天上的星星。他一颗一颗地数，数了很久，还是数不完。奶奶笑着说，那么多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孩子说，看得见就能数得清。爷爷过来了，说，孩子，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的是北斗星，离它不远的那颗很亮的星叫北极星。这个数星星的孩子叫张衡，是1900年前的中国人。他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数星星的孩子，夏天的夜晚，天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靠着奶奶，仰着头数天上的星星。他一颗一颗地数，数了很久，还是数不完。奶奶笑着说，那么多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孩子说，看得见就能数得清。爷爷过来了，说，孩子，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的是北斗星，离它不远的那颗很亮的星叫北极星。这个数星星的孩子叫张衡，是1900年前的中国人。他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十五数，点，点，横，竖，撇，点，撇点，撇，横，撇，横，撇，捺。数一数，数数，数落，数，数学，数，数数。空，科翁空，点，点，横钩，撇，点，横，竖，横。天空，空气，空间，空心，空，空间，空，空闲。靠，科奥靠，撇，横，竖，横，竖，横折，横，竖，横，横，横，竖，横，横，横。可靠，依靠，靠边，靠近。仰，一昂仰。撇，竖，撇，竖提，横折钩，竖。仰望，仰头，仰视，仰，仰望，柳，柳树，科，科阿科，竖，横折，横，横，横，竖，撇，点，横，撇，竖，横折，撇，点。一颗，颗粒。九，鸡有九，撇，横撇，捺。长久，久远，很久。轻，轻，轻，点，点，提，横，
横竖横竖横折钩横横清楚清水清洗清新清清晰经眼睛请请求连勒一安连横撇折横竖点横折折撇捺连接连忙连对连续勺湿熬勺撇横折钩点勺子铁勺汤勺梨勒一梨点横撇点竖折竖竖横折钩撇折点离开分离别离努勒五努撇点撇横横撇捺横折钩撇努力力勒一力横折钩撇力气力量引力动力柱织物柱横竖竖横竖横撇竖横折横横著作著名著书夜晚夏天的夜晚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夜晚的北京城到处都是灯光非常美丽夜晚的小城真安静明亮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坐在明亮的房间里看书学习星星天上的星星是数不清的天上有一颗很亮的星星勺子请递给我一把勺子天上的北斗七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努力爸爸工作很努力常常起早贪黑为了今后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努力学习著名他是世界著名的画家清华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大学爷爷过来了来上来上来了老师上来了去出去出去了爸爸出去了爷爷过来了明明回去了奶奶进来了同学们下去了奶奶你看天上有好多好多小星星是啊多亮啊一颗两颗三颗你在数什么数星星我数了很久了奶奶快来帮我数数那么多星星你数得清吗看得见就能数得清芳芳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什么像一把勺子对那是北斗星奶奶那颗呢离北斗星不远的那颗那是北极星真有意思我长大一定要做个天文学家
聪明的爱迪生。爱迪生是美国的大发明家。他小时候，有一天夜里，妈妈得了疾病，医生说要马上做手术。那时还没有电灯，人们都用油灯。油灯不够亮，医生不能做手术，大家都很着急。这时，爱迪生多么想帮助妈妈呀！他突然想到以前在阳光下玩镜子时，镜子可以聚光。于是他马上去借来许多镜子，放在妈妈的床边。然后又在镜子前面放上许多油灯，一下子房间里就变得明亮多了。医生马上给他妈妈做了手术，妈妈的病也很快就好了。大家都说，是聪明的爱迪生救了妈妈。树、油、柱、压、戒。手术、电灯、帮助、阳光、北斗星、月光光照窗口，抬起头来看北斗，一把勺子天上挂，七颗星星手拉手，夜里行人迷了路，看看北斗不用愁。